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来介绍我们这台全新完工的露营车。这台改装的东西非常多，那我们会从外观开始介绍。车头的部分，我们水箱护罩都有做跳色，喷亮黑色。那这台车还有改下巴 ，Spotlight 下巴，还有装下雾灯，增加照明。下雾灯的部分有三种灯色可以做切换。白光、黄光、暖白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晚上的照明。这台有升级18寸铝圈，那它的胎是235/55/18。那升级18寸铝圈的好处是它行驶中会更稳定。这台避震器也有升级德国贝斯灯。后方避震器总共有8段阻尼可以调整，另外这台弹簧的话我们也有升级强化，所以高顶都会有浮头的问题，装完我们的弹簧之后就会变成回归正常的高度，大约2个拳头。那装完我们的改装的弹簧之后，高度会为2个拳头。那装完这弹簧的话，它会增加车高，那载重性就会比原本的弹簧更好，再来开起来的稳定性也会很好。如果你有想要的，可以与我联系。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原本弹簧没有升级的话，它大约是一个拳头左右。那因为这种车子都使用一段时间了，弹簧都有疲乏了，所以跟刚刚那个我们两个拳头就稍微有落差对比了。那改装完后面弹簧之后，整个车子的高度就会像这样子，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如果你后面有再重的话，它等于会更平衡，不会浮头更严重。尾灯的部分，这台也有做升级。那现在这个尾灯也是我们必改项目之一，因为升级完后，它的整个质感提升很多。后方这卡就是我们热水器铝合金的耐候型外箱。这台也有申请拖车钩，那行照上也有做合法的变更。申请拖车钩有很多好处，第一个你可以放货架，也可以放摩托车架，那这货架可以放很多东西，承载也是 OK 没问题的。你看我现在坐在后面，避震器会下沉，浮头就不会很严重。那这台车边帐的话是选用黑色3米长，那也有做挡水条。户外灯一样也是用黄光，那我们也是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做操控开跟关，当然也有实体的触控按键可以使用。外推窗的部分，这边有一个大的外推窗及上面也有一个小的外推窗透气用。车尾后方则配有加水孔，那我们清水是60公升，污水是40公升。下方则是我们的户外电源，有两个110及两个 USB。左边后方则配有厨房的抽风机，这边则是外室电，可提供车内110电源做使用。
这次的行动桌子我们设计可以在车上，也可以拿到车下做使用。那这桌子设计的尺寸在车内车外都刚好。今天如果四个人，我们可以把桌子移到中间。行动桌一秒就可以收起来。我们的行动桌也是一秒就可以打桌完成。鞋柜它有两层，你可以放鞋子跟拖鞋。那这上面平台可以放一些你的手机之类的。两人模式下，这边是60×180， 60的话是给女生睡的，比较刚好。这边是70×180， 适合男生睡，比较舒服。我躺下来示范，给各位看一下空间。那我们成人睡都没问题。如果想要睡到三个人的话，可以加购我们的中间床板。现在我们安装安卓机可以搭配苔藓，那这个苔藓功能很多。1公里后，请靠右离开高速公路。离开高速公路。那你有这个苔藓之后啊，安卓机就可以返回。100公尺后。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驾驶就只要看这个萤幕就可以了，所以这是 CP 值很高的产品。屋顶的部分使用灰色的0.5，跟车身做搭配。侧边饰板也是用灰色0.5。车内所有柜门都是选择木炭灰，那它摸起来有木头的触感，质感非常的好。上柜把手的部分则是用镀铬的，打开。那这个也是我们最新的防护网，上柜四格都有做防护网的设计。这次这台车的墙面，我们选用樱桃木做搭配，让整台车更有质感。这边有一个小外推窗，下方则是有一个防护网，可以让你放一些小东西。车内左右梁选用金属法式椅，这边有设计一个挂钩，让你可以吊衣服或毛巾。旁边也是金属法式椅。后方厨房的墙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功能，就是我们有设计这种小置物盒。你可以任意挂，这次厨房的台面做的比较大，让你直接有一个备料区。炉具的部分选择的是单口炉及一个单槽的水槽。厨房的台面是高级的柚木，这个小置物盒也是柚木。厨房的部分有多这三个收纳柜，让你可以放更多的东西。抽屉的部分我们有做小、中、大，旁边则是两大格收纳。厨房旁边配有一个超大的收纳柜，另一边高柜还有两个大收纳，柜门都是做缓冲的，
下方20公升的微波炉，旁边有帮他做一个小木盒收纳。冰箱配置90公升。这里下方还有配有电暖的出风口。驻车冷气的话，我们把原厂的风箱拿掉，现在都是装这种新的侧挂式冷气，行进间一样可以吹，发车就是吃车电，熄火后它就会自动转换吃锂电池。后方卫浴我们做了全新的格局，卫浴的后面还有多一排柜子，卫浴里面有一个收纳柜，里面可以放些衣物或毛巾。淋浴的话，有些人不喜欢坐着，想站着洗的话也 OK。马桶可以移到这里，刚好在洗手台的下方，不会影响。车尾后方还有一个超大的收纳柜，里面可以放一些椅子或露营用品。